选的这首歌呢，刚好我很熟。你这首歌词只有一个点，就是低音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首歌里面呢，我已经听出来，我要跟你妈妈讲，较紧的跟你补，安那补，你的声爱好啊保养啊，纯粹的，让他的声音是纯粹的，唔免讲搁加工啊。你即马唔好特别加加工，你搁加加工，他会很累，疲惫之下也变形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，哈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平燕老师好。十一岁的年纪可以这样唱，我还是很佩服你的，非常佩服。因为我觉得你对于音乐的灵敏度跟歌词你所收到的这个讯号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虽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变声，你这个年纪在于高音的部分你掌握得非常好，但是就像刚刚姚文老师有讲到，你的低音的部分是需要你要努力的地方。之后你在变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慢慢去接受你那样的声音的时候，在每一个声音去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去找到你声音的特质，我觉得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的地方。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特质？然后，因为你对音乐的灵敏度、对声音的灵敏度这么厉害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就找得到。接下来慢慢变声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平燕，老师好。平燕很好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也各方面也都很稳啊。所以呢，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雅文老师说你快要变声了，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卫冕。好，我很敢呢，我很敢，真的敢呢。对啊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策略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就稳稳的，然后每一周挑歌，小心的、谨慎的挑，找到你最适合你的歌，对，好好去诠释它就可以了。